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踏上一段奢华的旅程，伦敦最负盛名的河畔地标 Chelsea 与 Fulham 交界处，360度泰晤士河岸风光，卫星巧思的设计和极致细节的远景，共同铸就了这一方城中的花景世界。楼宇建筑在著名景观设计师 Randall C 里精心打造的美丽花园中，社区内三座新建的拱桥将花圃与河流五分连接，营造了一片世外桃源。社区河岸可欣赏到巴特西桥和切尔西桥的壮丽景色，加切尔西沿河水岸景致一览无余。社区由不同造型的楼宇组成，充满历史感的红砖住宅将英伦古典范融入其中。这些泰晤士河畔迥然不同的建筑，外加社区新增的餐厅、商铺等配套，为这个老牌富人街区注入了新的气韵和格调，一步一景，一真一幻。此外，项目提供业主专享的健身空间、游泳池、SPA、24小时哈罗德礼宾全年无休、高等级安保系统、 CCTV 电视监控覆盖整个项目。步入室内，无可比拟的纵深感，全景落地窗万丈夺目，270度泰晤士河景观和优质的光线。厨房采用全套加格纳电器，配以天然木料和食材，智能控制地暖以及制冷系统，确保房间始终保持最舒适的温度。主人套房设计优雅，主浴室配以天然大理石，精选的材料和微妙色调的完美平衡，营造出了一个兼具舒适性和宜居性的理想居所。